写一堆考卷，你有近视吗？有250度。哇塞！你曾经想过不要上安亲班吗？有。在安亲班学到写考卷，在安亲班有什么感觉？很烦，要写考卷。在安亲班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一直写考卷，又来了。你觉得参加安亲班的好处是什么？可以让成绩更好。坏处是什么？不能出去玩。你有近视吗？有500度。你希望去安亲班吗？希望。为什么？让成绩更好。你的父母喜欢你目前安亲班的作业量吗？喜欢。练习这样子，考卷，那写完功课，我们会就订正功课。那订正完功课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让孩子还是要做一下，练习，就是说，现在本来身有那些练习卷，要是比较 OK 的话，我们就是卷子会再多给他，就是多复习。那如果比较弱的话，老师会一对一这样子。有没有就是什么户外活动之类的？那个寒暑假才有。你们听到补习班老师这样讲，你们觉得？这根本就没有户外活动啊！跟你们都多久出去玩一次？每个礼拜都出去啊！每个礼拜，你一个礼拜出去几次？你自己说。3次吧，每天都出去、啊。每天都出去玩。啊、那他们一个、哦、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玩？你说。寒暑假，而且可能还只有一天的太跟假。就是每天关在室内，然后都没有出去考试啊。然后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啊，所以我们陷入困境中。其实好像就是会因为，比如说我考不好，我可能会被爸爸妈妈，要不然我被安静班老师骂。对，可是你们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完全不会，感觉很轻松。如果你以后要上高中，要升大学的时候，你成绩好一点，当然是可以上比较好的高中跟大学，就是你自己很厉害，然后你可以去考上比较好的学校。那你自己的基本的常识，其实都不是从考卷里面学的，都是从外面。他不知道说大自然其实是可以很美很漂亮的，然后我们就会说，哦，这个我们知道，然后我们都会啊，其他小朋友就会觉得很羡慕，就是说，你们为什么都会啊，我们为什么都不会？这老师有教吗？为什么我们不会？外面的可以告诉你更多的，而不是就是只是吸收那个老师给你的答案。就是希望他们是可以跟我们一样的那么开，就是其实小朋友是可以这样子在外面玩的，而不是就是一直关在小房间里。